这本书叫做什么？石头鱼。这是真的鱼吗？嗯嗯。不是，是石头。石头是什么意思 ？Stone。鱼 ，fish。OK。OK， 那个女的拿着水桶，她在干嘛？提水。没有，她说：“哎呦，好重哦，好重哦。”她在提水。提水英文怎么说 ？Carry water 是吧 ？Carry the bucket 是这样子吗？对吗？嗯 ，probably。对 ，OK， 拍球。哪一个人在拍球？那个？你会拍吗？嗯 ，bit。会。抱小孩，哪一个人在抱小孩？那个妈妈。嗯。你猜那个小孩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嗯。嗯。哦。哎，你看一下。这个，你知道什么叫动词吗？你不要一直动好吗？动词就是 action word verb。你看这个提、拍、抱，这左边这叫手部。手背叫你不要动啊。So basically 怎样？基本上呢，你做这种 action 都要用手，对吗？对吗啦？手部要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你不要一直动啊，我真的好难，一边要拿着书，一边也拿着照相机哈。手部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三画，你会了吗？好嘞，他在挖土，挖土名字吧 ，dig the soil 对吗？也是手部，你看到没有？也要用到手，对不对？旁边，他为什么要挖土？因为有种子，种子名 seed， 他要种进去，对吗？这人在干嘛？捡垃圾。垃圾看起来是不是很脏？捡，捡垃圾也是手部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有几个手，几个动作的？提水提，拍球拍，抱小孩抱，挖土的挖，捡垃圾的捡，挖鼻子的挖，手部。我看你在挖鼻子对吗？